观众朋友你好，我是 Gino， 欢迎您和我一起自助旅行。今天旅行的主题就是美。那我们知道和数十年前比起来呢，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吃饱和穿暖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既然我们最基本的需求已经照顾到了，那我们就开始动其他方面的脑筋，好比说可能要打理我们的门面啦之类的。所以呢，不论男生还是女生，这个保养品的市场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微整形也越来越夯。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或者不想去花大钱来挨一针，或者是去买一个什么超高价的保养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因为有一个现成而且很有效的保养方式 ，Beauty Sleep。Beauty 就是美丽，而 Sleep 就是睡觉，所以 Beauty Sleep 顾名思义就是美容觉。那为什么叫做美容觉呢？因为其实一夜好眠这个好处呢是数不完的。它除了可以帮助我们的新陈代谢，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体型，而且呢，当我们身体休息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也在休息。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睡一个饱觉，那我们隔天就会容光焕发，也不容易好比说长痘子。所以哦，与其一直熬夜，但是买一堆保养品在脸上涂涂抹抹，不如我们就化繁为简，好好的睡一觉就没问题了。而就因为睡一个好觉有这样子 的神效，所以美容觉的名声也就因此不胫而走。而且呢，就跟现在中文一样，我们中文讲美容觉，所以 Beauty Sleep 同样成为了睡觉的一个昵称，或是休息的好比说代名词。 I should probably go now. I need to get my beauty sleep.I should probably go now. 我想我现在应该要走了。I need to get, 我要去获得 my beauty sleep, 我的美容觉。所以可能有三五好友，他们今天在聚餐嘛，然后呢就在饭后呢在酒吧可能聊天打屁鬼扯。那酒过三巡之后呢，那个人一看说，哎呦糟糕，时间不早了，我差不多该闪了，该闪去睡我的美容觉。I should probably go now. I need to get my beauty sleep.那当然，睡得饱饱的，睡得漂漂亮亮的，虽然很重要，但其实无论是睡眠还是外在美，这些都不是人生的全部。因为呢，美只是一个皮相而已嘛。换句话说呢，美是肤浅的。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Beauty 美 ，skin 皮肤。Deep 就是深，所以 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也就是美只有一层皮那么深而已。如果白话一点，就是说外在美呢是肤浅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追求时尚，我们用最潮的包包、衣服或裤子来打扮自己，或者画一些很精美的妆啦、假睫毛、腮红，全部都上了。这都没有错，但人的价值不在皮相而已，而是在这里。我说的不是事业线或是我的胸毛，而是说我们应该要以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来判断他，好比说他的个性、他的态度、他的知识、他的所见所闻。所以 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美是肤浅的，就是在指这个意思。I know 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but I can't help it. I have a major crush on Bristol.I know, 我知道 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外在美是肤浅的 But I can't help it. 但我帮不到啊，也就是说我没办法。 I have a major crush. 我有一个疯狂迷恋 on Bristol. 对 Bristol. 所以我们看到画面上呢，有一位很有姿色的女子。那为什么在拿花呢？可能是在婚礼吧。总而言之，那个男的一见到她就哇塞，为她倾心。即便后来可能进一步认识的发现说，她个性蛮差的，或者呢从朋友那边打听得知说她其实很难相处。但是不管，那个男生就是很迷恋那个女生，她的美，喜欢上了就是喜欢上了。所以呢，他就自己就承认说 ，I know beauty is only skin deep。But I can't help it. I have a major crush on Bristol. 也就是说，我知道美呢这种东西是很肤浅的，可是我没办法啊，我真的就是很喜欢画面上那一位，也就是 Bristol。那虽然呢美很肤浅，而且长得漂亮也不能当饭吃，但其实呢，可以长得美的话呢，当一个人生的胜利组，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只不过呢，要注意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经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长得赏心悦目，那么一切跟他有关的东西都是正面的，这就是所谓的光环效应。而这个效应呢，会让我们相信说，一个人如果长得好看，那他一定又聪明又善良，可能路边野猫啦会带回家养啦，在路上还会扶老太太去过马路。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 ，appearances can be deceiving。appearances 就是外表外观 ，can be deceiving 就是可以误导、可以骗人的。白话一点就是说，只看外表呢是不准的。而这个片语呢，其实褒贬都可以用的，正反都可以这样说。好比说，可能一个人呢，他看起来很烂很弱，但其实搞不好很有两把刷子。又或者可能有一个人会一个东西看起来很漂亮，但其实重看不重用。Josh may look sincere, but keep in mind that appearances can be deceiving. Josh may look sincere. Josh 看起来也许还蛮诚恳的，但是 keep in mind that 就说，但是你要记住哦， appearances can be deceiving. 外表可是会骗人的。那不知道 Josh 呢是那个光头的还是那个戴眼镜的，总之呢，画面左下角这个人呢对另外一个人说，你不要看 Josh 这样子，感觉还蛮诚恳的，其实他坏透了，好比说以前可能做过一些什么很糟糕的事情。那所以呢，他讲说 appearances can be deceiving 的目的就是说，我们不要以貌取人。所以呢，他就对另外一个人说，我知道 Josh 看起来 还不错，看起来还蛮诚恳的，但是你真的不要忘记了，外表真的是会骗人的。 Josh may look sincere, but keep in mind that appearancescan be deceiving. 那既然讲到 appearances 呢，我们就同场加引一个，另外一个也还有 appearances， 也就是外表这个字的片语。By all appearances, by 有千百种解释，这边指的呢是指借由或是透过的意思。All appearances 就是所有的外表。那 by all appearances 就是说显然的意思。那我这个人对这个片的理解是说，他不说有个东西可能各个角度都不同，就好像庐山一样，远看是圆，近看是方，那横看呢是三角形。但如果有个东西它 by all appearances 都一样，就表示说它的彻头彻尾都是一个样子，很明显都不会变。也就是说，不论你是什么角度看，你是正看、反过来看，还是翻过来看，你的结论、你的看法永远都会是一样的。Your dog is, by all appearances, ready to go out and play. Your dog is, 你的狗 by all appearances, 显然啊 ready to go out and play, 准备好要出去玩了。所以画面上这个主人可能才刚把狗给系上狗链，那狗就迫不及待的去那边抓门，去那边该该叫，然后还回头来深情款款的望着主人。这时候主人的朋友就说了，看来呀，显然你的狗已经等不及去外面走跳去兜风了。 Your dog is by all appearances ready to go out and play。 最后我们来整理一次今天介绍过的四个跟没有关的片语。By all appearances 就是从各个外表来看，也就是显然的意思。 Appearances can be deceiving， 外表可以骗人的，换句话说，看起来好的有可能很糟糕，看起来很弱的搞不好其实很强也不一定。 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美貌只有皮肤那么浅，也就是说呢，美丽这种东西是非常肤浅的。最后 Beauty sleep 也就是美容觉，而这个字呢，无论中文还是英文，意思都是一样的。最后，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认识了美这个字，字在生活。我是 Chino， 我们下次再见。